好忙的招呼，能打架就别废话，必须整明白你到底瞅啥。间奏前边站了一个大胖小伙，拿着贼炮点根中华，后边一个篮球少年，穿着乔十二的限量款。青年一不小心踩了后边少年的球鞋，提款机前气氛紧张，因为他俩谁都不服，倒像怨气赴约勾扎，骚命馒头包治麻花，篮球少年他不敢上脚，限量款的好几千呐、能动手就别吵吵，电报飞脚忙着招呼，能打架就别废话，必须整明白你到底瞅啥，你瞅啥呀，我瞅你咋的，我操你妈干仗啊，你瞅啥，你瞅啥呀，我瞅你咋的呀，我操你妈干仗啊，你瞅啥。别吹了，吹的不是能耐了。